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？我等的花儿也谢了。跟华仔的粉丝看到华仔，是不是跟小记者同个心声呢？华仔你来了，人家等的好苦啊！刘德华在坠马后养伤半年，终于复出了。微信电影和冯德伦与杨佑宁一行人特地来台宣传，许久不见华仔依旧超男。终于见到你们了，你们可以放心了。华仔这么说，粉丝可就安下心了。而记者会刚好是冯导生日的隔天，娇妻舒淇才刚在网上晒恩爱，工作人员也立刻贴心送上蛋糕，让冯导开心许愿：祝你生日快乐。当然就是票房大卖，票房大卖好不好？拜托你们了，拍第二集。除了冯导有礼物以外，工作人员也送上礼物给华仔庆祝他康复。送苹果代表什么？希望平平安安，好不好？好，不会加油了啊！我是不会加油。华仔千万要保重身体，可别让粉丝再担心了。